是贵社的气候世界的，这是什么？安那讲？为善弃恶是格物啊，格物就是讲把迄个物欲吼，咱对物为款欲望，把它去掉，格此啊，格此物欲。啊，你若对这些东西吼，都不产生那个要求，就可以吼为善。为善弃恶是格义格物。格物就是啊，伊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讲对迄个物的东西吼特别了解，啊，一个就是讲吼咱甲迄个物欲啊，因为迄物欲拢属于个外口，毋是咱本身内底物件，啊，拢买安尼吼。咱就求格物，格物咱就自知。谢谢。格此物欲，就是把那个物欲都格此掉。谢谢。